我觉得时间来拿去了，二郎。大家好，2024整人特辑。各位观众，大家都很喜欢看小吴整人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我筹备了这么久，规划这么久，就是为了来个狠的。大家都说什么？好想看小吴整洛梨哦，跟踪好好看哦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小东西呢，已经满足不了观众了。我们今天呢，想一个题材，我筹备了应该有半年以上哦，半年以上有，一定有，没有那么容易拍成。这个主题呢，叫做……你干嘛自己偷笑？如果你在工作到一半的时候被黑道讨债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们要怎么样？那种道具，黑道在哪里？欸，我们真的找来两个我身边最凶神恶煞的朋友，有请他们两位进场，欢迎。Yeah！ 他们现在笑得出来，他们两个是不能笑的。这位是我球友，他是有真的打球很狠，我就立马说你来当黑道这样。他说 OK， 今天呢就麻烦两位了。我们三位女生要下这样子，然后剧情线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摄影棚，等一下我们跟养羊、Emily 跟佑妮有约好说要拍摄，珊珊是知情人士对不对？这个时候呢，你们两个就进来了，进来之后呢就要要钱嘛，要钱之后就一点路针对他就对，然后打他。我跟你讲，来，跟你讲，来，珊珊出去一下，来。我先申请一下那个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是来真的。你看，我们还有去买道具，这个我们准备的很周全。打的好像就是不会痛，应该不会痛。对，我今天可以试打你看看啊。他说怎么样？会打吗？你不要，我死掉。他说不要不要这里不要这里会痛会痛。打他，你可能就吓到啊！我说靠呗，我就死掉。你打身体啊，好紧张紧张。不会痛，我不会痛。会吓到吗？会吓到。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我们准备的道具。Oh my god！ 完全不会痛，好，哎、欸，我是小杨，我一定大尖叫。下烂对不对？真的，我会下烂。绝对不会跳场哦，各位哥，绝对不会跳场，会拍人，要凶嘛。我跟他说，啊，你做什么工作？先跟他聊聊天。你做什么工作？这样，跟他说甜点店。哦，我知道，你补刀。你就说他开店的，他是老板娘。你就跟他说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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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砸，我砸，干嘛？然后你就说我不管，那个好像忘记词了，就说不管，我叫老陈，今天知道陈叫不管。好，还要等他们，他们还没来。那个 Emily 跟那个杨哥，等一下，今天我们东西没有拿。真的不会掉？不会呀。上次我们的角度就没拍到，所以我们今天是要跺脚。你很难吗？好像好像是。真的假的？暖气想太多了吧？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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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你借的，你们家你们怎么就在这吗？应该是有关系吧？对啊，多多少都有关系吧？你认识他吗？我不认识。你认识他吗？王军鹏啊，你身上有钱吗？那你做什么工作的？我做小店。
钱？做小编，一个月多少钱？3万块，3万块，3万块，交差啊！我说你做小编3万块，你那没有钱。嗯。那你的看点？甜点，甜点。嗯。他是自己做还是自己开店？他老板娘。他老板娘。他老板娘。我不管啦、啊、反正你今天就是要拿20万出来啊。可是我不认识他。你不认识他，那、啊、你们现在就在他的地方不是吗？现在他们是两个人。你现在身上有没有钱？你皮包嘞？皮包嘞？看一下。我看啊。我看啊。管嘛，我今天就是要拿钱啦。那有跟我要没？没办法给啊。那我不管，你就是在这里啊，你在凶什么？那可是你们跟我们凶，我们也没办法啊。没关系啦，你们多嘴啦。我觉得这边都还没起来啦。你仔细啊。干嘛？我叫你多来来啦。安诺啊！安诺啊！我们现在来看那个你被创伤的画面。你接超快，你接超快。Emily 到了 ，Emily 到了，准备，加油加油加油，不要笑场。楼下给我。加油，就准备好。Emily 到了。好啊。他等一下，那个方跟佑尼他们要来跳舞。你是没玩过对不对？没有。就是我们等一下是玩，就是你听到什么你就要跳什么舞，然后我们是舞蹈版的卧底。对，不过我今天也是第一天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动作不用太大，动作不用太大。哎，等一下我们去。这头拿回来，有一箱那个，等一下拍的那个先拿到吧。我们都在银行，我们要拍。阿波他是这边负责人。他们不认识。他也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阿波认识你在那边干嘛？我认识你就从头来。还是留在他里面？没有。没有吗？没有。我是阿波的。可以啊。这个也都没有啊。还是要找啊。有吗？有啊。找干嘛？开炮。找干嘛？很抱歉啊。啊、不是啊，你们现在人就在这嘛，啊、跟他们一定有关系啊。就我们来出口，我们工作，所以他出口。哦、啊，我不管嘛，就约这个时间点嘛，就是要拿钱嘛。就是联络他，打这边啊，打这边啊，你想什么啦？那我也不知道。那你不知道，我会知道吗？那所以现在，我们拿钱出来啊。还是你跟警察说的？你叫警察啊？警察。那为什么你要拿着手机？好，你拿吧，你拿看啊。看一下。那你叫我爸拿这个手机？哼，想叫警察哎、欸！没有，我是说欠钱的，叫警察。啊，你们现在身上有没有钱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啊，你做什么工作的？小编。小编，一个月多少钱？3万块。3万块。
阿姐，阿妮，甜甜，还有月嫂。有。那你做什么的？我没有工作。没工作？那你没工作，你来这边干嘛？就是朋友要工作，你不来帮他。来帮他，啊！你不是说你没工作了？就刚才在找。是朋友帮忙。看一下哎呀。是朋友帮忙。你看一下哎呀。反正他拿三万，你会六万嘛？啊，少一万可以处理啊。关我屁事。啊，没事，关你屁事啊！我真想，我就今天一定要拿到钱。等，你身上没有钱吗？就没有啊。你身上没有？啊，有啊。怎么样？你帮我检查一下啊，帮我接啊。干嘛？吵架！你他妈还要钱？哎、欸，对、啊、还要钱？哎、欸，对、啊、还要钱？哎、欸，对、啊、看你笑啊，你抢？就我没有钱呐、啊。钱包拿出来啊！我干嘛拿钱？我拿钱，你是听不懂中文，都跟你说今天。那你们也听不懂啊？这边你们讲，跟我们三个没有关系。别紧，别紧，别讲遐多，阮大要来，来，你慢走，你慢走，来叫阮大来。安娜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蛮强啊！你蛮强哎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他话超多，我们两个都没讲，都不要讲话。你很强哎、欸！你完全不用怕哎、欸！你很强哎、欸！我还在战斗，他嘴巴在战斗。最凶的朋友，他是当你朋友，最凶的，有吧？演技很好哎、欸，对不对？怎么会不笑场啊？我觉得很好好演戏。我跟你讲，他们真的超强的。我以为是专业演员，演技精湛。我跟你说，他为了这个去试听哎，还彩排，还要跌倒，他在认真，很好笑吗？然后他就是大声，他就会跑，所以你就是什么音量要放大就对了。你这样讲的，这样子就是他的火爆 ，OK， 火爆火爆。一二三，叫叫加油！你来了，我们来要拍跳舞的，可是那个发还没到，要再发一个人。爸爸好可爱，刚刚买的。哦，那你刚买的？刚买的。因为你上次没有玩，因为你没有玩过。会每个人戴一个耳机，然后就听到什么音乐跳什么歌这样。可是我不会跳舞。就是乱跳，你刚刚就是其实上次 Emily 没参加，可是她就是听到球红就跳球红的感觉就好了，这样就尽量跳。真的是，我也是不会。这样你跟他讲规则，我们就拿道具，是吧？好。哎，小。如果你是白板的话，会有一个音档，是我会跟你说你是白板，你就随便跳。哦。对，这样。然后。接，冷的啊！现在几点？两点到，电话都不接，可是我们关着。可是我们不认识他、啊。我知道你在那边干嘛？对啊，你在那边干嘛？我们跟他租摄影吧，还是？租摄影？那你不认识他？那你都跟他租，你还不认识他？啊？我刚刚有。那你来这边干嘛？拍什么？讲快一点，来拍什么？拍片，那你。那、你们男生拍片，你没有接触到他，有没有在里面？里面没有。我去找他，去找他。不是啊，我们是这种没人在去。我干嘛啦？不去啊。干嘛啦？干嘛？干嘛推人啊？那个没人啊。我还是要找啊。好热闹，那个里面的。那么，多了。他现在怎么办？我们约好每个月就是来这边拿钱，既然来了，你们也在这，那、你们就拿钱出来。
这么简单。现在钱都不是我们。我不管嘛，反正就是你们今天在这边就是怕你们帮他还的啊。我们就不会知道他们怎么了。不要跟我废话那么多，我今天就是要拿到钱的、啊，知道吗？20万，二十万呢？每个月我都要拿20万吗、啊？你们也没那么多钱啊。没那么多钱，你做什么？小编。小编每个月多少？3万。3万块？那你做什么？甜点，员工还是自己开？自己。看一下啊。有钱啊，没有钱啊，一个月多少钱吗？跟什么没关系。你就跟我讲一个月多少钱。一个月多少钱？阿年，你做什么的？王美。王美，王美赚很多啊，这三万，那这多少？6万。6万，少六万，六万三万，差11万。臭脏啊！很好笑是不是？我说很好笑是不是啊？啊！我问你是不是很好笑啊？真的很好笑，我在笑你，有没有很好笑啊？我也算是很好笑的。很好笑，很好笑，很好笑，大家都很好笑。啊，你在笑什么？他可以笑，你可以笑，你笑什么？我先不要管那么多，你们现在就是把钱拿出来，20万，这么简单。我拿完我们就离开，你们继续拍你们片，行不行啊？现在就到主理给我们的、啊。不是啊，没有人身上会有20万，好不好？反正你一个月赚3万，你六万，你六万，那你做完美，对，应该有4-5万吧？应该有11万，凑一凑给我们就好了、啊。那是谁的包？我的。啊，拿出来看一下有多少钱啊？哎、欸，看来了！哎、欸，看，我看你啊！有没有？放屁！放屁！妈，你要打我？他干嘛打人啊？哎、啊，你多少钱？老爸，老爸扣起五毫啊！600块有用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你们小心小心，我们就不认识他、啊。人都在这边，你跟我说你不认识。我们就不要打就好了啊！对哦，我在啊，你们干嘛干？跟你讲，你们现在把钱拿出来啦！你有空？哎、欸，你说怎样、啊？喂，你有很多血耶、欸！对，兰博基啦，穿三个查甫，没穿鞋罩啊，没钱啊，现在没有钱没关系啦，给我至少带一个人走啊！带一个人走我一定要带一个人走。不可能让我空手回去吧？要你啊，要他。嗯，对啊，他借你钱，然后你带。可能带这，谁要加数据？带花带走。这不太符合我们的计划。不要管那么多嘛！我要弟，把车开过。嗯，走吧。不要，过来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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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，干嘛？不要，我过来，过来，走啦，走，真的走，走，不要，干嘛？你要不是很好笑、啊？等一下，我朋友。对啊，过来，走。还等你朋友回来呢、欸。走，走啦，走啦。不要干嘛？走啦，走啦，走，走啦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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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菜的，说起来太烂了，怎么好？我还不知道怎么救，我说他笑可以，你笑不行。啊，恭喜你被整了，你有吓到吗？对，有啊，我也赶他带我走哎、欸，笑死我了！你被整了，哎、欸，好看的、欸，这题材很赞，而且你们越演越好哎、欸。对啊，声音很真实。
他给我笑出声，我就对着他讲，然后他也给我笑。好啦，这是我们这次的黑道来讨债整人环节，一共整了三位傻妞，全部都被骗吧？应该没有发现什么？没有、哦。太好了，下次要更小心了。大成功，期待小吴下次的整人计划啦。2024年，希望我可以整人连八。喜欢这期分享呢，记得分享、订阅、追踪、关注小铃铛。下次见，拜拜！赶快订阅我们吧。好险大成功，各位，我跟你说，压力真的超大，我每天拍整人前前一天晚上都会睡不好。真的。真的真的压力超大，一个月前就紧张。反正就是一句老话，订阅我们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